欸，我们在 B 是，好像在这边，好像在这边。哎呦咦，在 B 退。阿叔阿叔阿叔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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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在哪里？在外面，在外面。没看到你啊。B 退 B 退 B 退，把他逼到最下面，让他吃岩浆。他不是，啊要飞。然后你蹦蹦蹦蹦，快点。他蹦不出来啊，我怎么知道？哦，你刚才有蹦过一次的对吧？对啊，那就要等一段时间。走吧，我们再去找堡垒。有结冰戒指，好办事，完全不会迷路。哎，找到了！逼过去不？在楼上哎、欸！喂，我要死了！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，没踢哦、喔！不要乱，我要死了！我哪知道？地狱碰撞很严重吗？楼上还有一次哦、喔！哎、欸，到了！黑雾之庄，你知道吗？啊 ！fuck， 我要死了！不想碰撞。哎、欸，这里这里。不要在楼上，很大。哎，猎神，逼退，疯掉。白痴，我连我忘记了切第二状态。哎，这里还有一个猎人砖呢。哇，白木哦，救！我虽然说黑雾之装不怕痛。欸、这个装好像没有用，这个装没有耐。你那个装耐？哎、欸，那里？哎、欸，我把他逼退以后，你来击杀。没、欸。哎、欸，这里还有一只。你好像没来过。对啊，没有插火把，所以就代表没来过、啊。有没有火把了、欸？我也没有了。对，这里应该你没来过。都没有，这里地狱疙瘩还完整。啊！我操，黄金铠甲。啊？我要看你一样找。你去扣一奇怪的东西啊？可以啊，很多啊。对啊，我用炸弹哦。你知道吗？一直被我吸收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戒指状态先切回来，不然东西。搞毛啊！这一座堡垒好烂哦，连个凋零影子都没看见。我记得凋零子是在堡垒生存啊。我这又找到大型疙瘩。找凋零，找到凋零会通报。哎、欸，看到你了，这好多疙瘩都没挖过。对啊，可是我们疙瘩够不需要挖，把挖掉才有。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附近东西一直被吃，而且还被我转化。玩家呢？都两挖。走啊！这也没凋零的影子，这凋零不是要过久一点它才出来吗？不知道啊。哎，人呢？我都在找。搞毛！我不是要你，我不是要你，我要凋零啊！为什么是枯工啊？
地狱有故宫？有啊，地狱堡垒是三层故宫跟那个凋零二选一的条件。让我踩点地狱石英好。地狱石英在我这里。找到凋零了，快点！哪里 ？TP 过去吧。在你右下方。转过来，回头。啊，算了。我知道眼睛很大，哪里？嗯。没有啊。那里哦，哦，人就没看见。哦，他太黑了。又掉哦，我中凋零了，烦欸。哎、欸，黑屋找过去啊，把岩浆堵起来。等一下啊，什么事？没了，没路。再次开路。啊、哦！这好像也是底，没什么。走这里。哎、欸，这楼下是什么？没东西。欸、这里分岔、欸，可是两条都死路，就这一条就出去而已。路，大家都死路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集就先……哎、欸，这里，哎、欸，这里被我轰过，所以没有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集就先拍到这样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在底下给我点一个喜欢。如果你想知道我们的最新影片，再点一个订阅。点击下方的说明，可以到粉丝团获得最新的讯息哦。如果，嚯，在逼退吧，尤伊。你在哪里？我在逼退尤伊。多少说你在哪里啊？在逼退尤伊啊。对呀，我到你在逼退尤伊，那我问你人在哪里啊？好吧，那就把卡到最后角落去吧。已经卡角了。好、哦，只差你。好可爱哦。哎、欸，他到底有没有把他自炸死？我不知道，你不要问我。好，我们就先这样关台啊。好，那么大家各位再见，阿顺，拜拜。